大马香港定居，莲花自忧。可能是马来西亚的人，然后他在住在香港，是莲花自忧。顶礼师佛，师尊好，想请问师尊，弟子在做披甲护身观想四个角落，有四个护法金刚结界了以后，脑海里面会不由自主的观想到师尊和除瘟疫度母柱顶放光，红色的光、黄色的光，加持行者和身边的人，这样是可以的吗？第一个，他做披甲护身观想四个角落，有四个护法金刚结界的以后，脑海里面会不由自主的观想到师尊跟除瘟疫度母柱顶放光，放红黄光，加持行者及身边的人，这样是可以的吗？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弟子是从事服务业的，在工作中自己的心也会告诉自己说要念上师心咒和除瘟疫度母的心咒，在服务客人的时候都会在心里默念心咒，一客人结缘，这样是可以的吗？祈请师佛指点迷津，感恩师佛。你们认为呢？都可以，没有错，都可以。是回答大马香港定居的莲花自忧。第二个问题，都可以。第一个问题呢？都可以。对的，都是可以。所以你没有什么疑问，莲佑之忧很好，他可以观想世尊柱顶跟除瘟疫度母柱顶放光，非常好。他可以用师尊的心咒跟除瘟疫度母的心咒，啊，在默念，然后跟他服务的对象结缘，啊，这个很好，莲花自忧，怪不得你的名字那么好。你的名字是很优秀，莲花自忧很优秀的，好。